下面带来国民球员王祖钦对战瑞典选手莫雷加德。第一局中段，王祖钦6-2领先。接下来王祖钦发球，这是一个带网幸运球，没毛病。这个球确实很幸运，莫雷加德望尘莫及。莫雷加德轻磕一板，王祖钦回球出界了，3-7，王祖钦还手握4分的领先优势。莫雷加德发球，王祖钦反手回球下网了，4-7，王祖钦还需要稳住局势。莫雷加德继续发球，王祖钦反手顶，漂亮。莫雷加德追至5-8，王祖钦继续发球，撇个直线，莫雷加德撕开了大角度，再追一分，6-8。王祖钦轻磕一板，连续反手，好大！这一分很关键，不能让莫雷加德再追分了。漂亮，王祖钦接发球抢攻，再得一分，10-6。王祖钦发球，好的，发球直接得分。王祖钦11-6，先拔头筹。第二局，王祖钦依旧掌控着比赛，中段8-5，领先3分。莫雷加德发球，王祖钦正手兜回去，没有打上力量。莫雷加德由防转攻，连续扣杀。这个球还有，王祖钦反了，场面相当精彩。哎呦，这个球擦边了。莫雷加德获得了一个幸运球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要影响心态。莫雷加德这个擦边球还是很明显的。接下来是王祖钦的两个发球，好的，发球直接得分。王祖钦继续发球，大头使出全力侧身，莫雷加德很顽强，这个球还有，王祖钦扣杀，吸了一个短球，哎呦，大头失误了。王祖钦接发球反手拧拉得分，10-7，大头拿到了第二局3个局点机会。莫雷加德继续发球，这个变线很漂亮，莫雷加德挽救一个局点，8-10。王祖钦还需要集中注意力，漂亮，随着莫雷加德接发球失误，王祖钦11-8再下一城，大比分2-0处于领先。王浩对于王祖钦的表现也是非常满意。第三局中段，王祖钦7-5领先2分。接下来是王楚钦的两个发球，好的，莫雷加德想摆短失误了，8-5，王楚钦继续发球，紧接着反手爆抽，扣杀，漂亮！这场比赛王楚钦打出了气势，完全压制住了莫雷加德，9-5将分差扩大到了4分，这记扣杀势大力沉，双方往前试探，莫雷加德突然上手，王楚钦回球下网了，6-9。莫雷加德继续发球，这是机会，王祖钦侧身，好的，只要有机会，王祖钦下手非常果断，10-6拿到了全场比赛4个赛点机会。莫雷加德显得有些无奈，莫雷加德也主动放弃了这场比赛，王祖钦11-6又赢下第三局，大比分3-0完胜莫雷加德。这场比赛王祖钦赢的可谓是酣畅淋漓，好样的王祖钦。